用画笔记录旅行的见闻，也希望能够激发大众对自然生态的环保意识。艺术家江淑央用画笔记录旅行的见闻，并期望观赏者透过写实的画作激发爱护自然生态的环保意识。这是我在克罗埃西亚旅游的时候发现，他们这个国家哦，他们的水质跟环境都非常的好。其实我们台湾的山水风光哦，不输给欧洲的国家，可是我们台湾哦，对于环境保护这一块要多加的加油。我这幅画的主题是要呼吁保护地球，好，守护我们的土地啊。这幅画是我在漫步在森林的时候所得到灵感。那当我完成这幅画的时候，我静静的看着，从草原走到森林，就有一股清凉的舒畅感。最近环境受到破坏，我们欧洲，气温已经飙到40几度。我希望呼吁保护地球，要用爱护土地守护我们的山川河流，让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孩子有好的环境，能够看到这美丽的风景，有好的山、好的水可以滋养我们。江淑央喜欢绘画各式的水，他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因此透过绘画创作也将爱护地球的理念传达于画作中。时方新闻黄慧如、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。